我是玉星锤，继承遗产，邂逅高富帅，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小狗，小狗，我现在有点像做梦。上个月我还蜗居在出租屋里，现在却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，心好慌啊。很正常，毕竟像继承遗产、一夜暴富的这种事，比中乐透的概率还要小。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去澳洲拜见一下姑奶奶她老人家。睡吧睡吧，我都累散架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小狗，别睡嘛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我都害怕明天见到我们部门经理，我会忍不住拿钱砸死他。哦，那你记得明天去银行多取点现金，一两万的还砸不死。哎，话说你记不记得当年被你拿钱砸过的那个劈腿富婆的前男友啊？渣男，加油，要钱，加油，老娘砸死你！玉星锤，你再提之前的事，信不信我把你的嘴给封起来？